嘿呦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Up， 我是 Jeff， 那欢迎回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，我相信你们看到我在这边默默的跟你们说话，身为一个有默契的一个 YouTuber 跟观众，你们一定知道我要做什么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做那种事情，就是 prank 我的女朋友。我记得上一次呢，她 prank 我的是24小时不跟我讲话，然后哎，这份你想来这边跟你有事啦，这个我觉得不错，有抽烟弄到我不懂要怎么去处理，因为他没有不跟我讲话过，平常他是很鬼念我，他一直要跟我讲话，一直要抱我啦，一直要亲我啦，一直要非礼我啦，唉，突然间他这样跟我讲话的时候，我就不知所措，所以不要紧，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东西来弄他，这个东西也不知道他会怎么反应，到底会不会激烈或者会不会玩过火。我相信呢，每个男生从小到大呢，都会跟他的五姑娘做好朋友，不管你是用右手的，或者是你用左手，甚至你用两只手，你都一定会怎么样，打飞机的嘛，台湾的朋友说什么打手枪嘛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东西蛮敏感，就是呢，有了女朋友的男生呢，到底适不适合打手枪？所以我在想呢，如果他发现我呢，在这个地方里面打手枪呢，他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反应？看到我在看 A 片，然后呢，看到我在打手枪留下的证据之后呢，他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？但是我觉得这一个呢，如果你的感情不够好哈，千万不要随便尝试啊，各位观众不要随便模仿，要不然你打个手枪或者你有没有打得好，你都把女朋友打跑了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的 set up 很简单，准备了我的 laptop， 然后呢还有我的假道具。这个就是我要做等一下用的镜子，这个残留在桌上的。很多观众朋友一定会想，为什么我不要用这个真的镜子，对不对？也不要这样 over 啦，对不对？我怕你们看了不舒服，毕竟我的这个青春是很宝贵的， OK， 不是随便要看就看的， OK。 好，开始准备。好的，那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打开这个色情网站，然后呢打开了之后呢，在里面选一部好的片子，把它放到啪大个。外国人呢，我是不是很喜欢看啦、我是喜欢看亚洲人的啦、比较公平啊。在这里要奉劝各位还没有到18岁以下的这个男生女生，都不要去看 A 片。虽然我知道你不可能是18岁以下才看 A 片的，想当年哥好像十多岁11、12就开始偷看了。每个男生都有这一段美好的回忆啊。这个也太恶心了吧。好，就这一步吧。还要把这个荧幕放到最大， OK。 哦，一开始就这样激情。各位，这位小姐，你知道要有一个情绪鉴定，你这样太快了， OK。 那现在搞定了这个画面，都放在这边，然后呢很简单，接下来就要制作这个 You know what?Boom， 大概用4掌吧，这个盒子。哇，干，真的干香啊！而且这个是好像吃了很多肉之后的感觉。好啊，这就是我现在呢制作出来的一个镜子，就是长大概这样子，是有一点像了，因为每一个的时期颜色会不同，所以这就是制作出来的案发现场。好像打开的时候应该是气死他。然后呢，现在就开始我的恶整计划。OK， 那现在呢，我已经开好了 A 片，然后呢，要做的就是开到很大声，然后呢，吸引他的注意。那我现在呢，要找一个耳机呢，就是假装呢，这个耳机没有接好，我不知道外面是声音跑出来了的，所以这样子的话呢，他就会相信是真的。OK， I am ready。太大声了。没在动，在听歌。听歌？对啊，在听歌。不然我戴着耳机是吗？我在外面听到，不是听歌，你在说什么？对，我在听歌。听什么歌？听歌不好吗？听歌有这种声音？我该不要，不要开。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这是我妹。有什么？来，不要开，这里不要开。说你在看影片。去。
一定是广告来的，我根本没有在看片，我根本就不可能看片，一定是广告，他还给我开付讯。广告给你播韩片，你蠢啊！哎，很多广告是韩片来的。为什么你要看片？啊？为什么你要看片？我没有看，我看起来像看吗？都这么你要看片要打飞机？我没有打飞机啊，这是我的鼻涕，我感冒。修，你看是不是鼻涕？我感冒。你笑什么？你在打片？你笑什么？我没有看片，我发誓。真的你要讲？我一定没有打飞机，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做。我有什么事情，我一定找你帮助。我绝对不会跟我的手指做朋友，你放心。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没有打飞机，你要我讲几次才相信？我看的都是你的照片。如果有打飞机，我是对着你照片打飞机了。真的，你信我？你真的打飞机？我都在这里，而且这么来看片？没有，我已经跟你讲，我没有看韩片了，你误会了 ，OK？ 这根本不是韩片，这是当代艺术动作片。它跳出来广告，我讲它是广告，我没有看，我在听歌。广告哦，这么你要看？你先看那本的。我不懂他是谁，我没有看，我已经讲过了，我没有看 ，OK？ 没有看，我没有看，你误会了，根本就没有看。哦，所以你的广告叫 Pornhub 应该是不小心开到的。你是不是每次都看的？没有。这么你要打飞机？哇，这么你要打飞机？没有什么的嘛，这种东西。我在这边，你为什么要打嘞？我去找话找有 kit 那个枪满了，然后我要把它释放，我又不可以跟你讲没有。来，现在才早上10点呢。所以早上十点会在这边看港片射精啊？你不懂哎，男生无时无刻的枪满了就要清枪。假的老魏，这是肥皂来的，我没有吃到，我的枪还没有满。这肥皂来的，你们看。我不要给你，你的屁屁。真的是肥皂来的，因为我知道你不相信，你闻还有柠檬味。就没了这样。好玩哦，我要看你看到我看一片有什么反应。现在是我看吗？你看到我陪你一起看，我们一起打。无聊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。有些观众讲你肥了，你知道吗？是我觉得他没有看到现在你是我，因为那个 video 是2个月前的。什么 video？ 那个林元吃三餐的。亲爱的，为什么你看到我看的一片没有很生气？我以为你会很生气，为什么？可以解释吗？男人都会看一片吗？可是那个情况蛮严重哎，那个打飞机，然后那个精子还在纸巾上面来给你抓到再看 AV， 我真的很奇怪，为什么你没有很生气？这么生气？我觉得看 A 片很正常啊。你没有吃醋的感觉没？没有吧，完全没有。所以你觉得男生看那一片就算有女朋友是可以接受的？没有讲每次啦，可是我觉得要看什么情况之下，不是？虽然讲后该碰什么情况啦，该有点复杂。对呀，但如果有时女朋友来月经，然后男朋友真的需要，等讲他往下打飞机。所以你是觉得还可以接受的？可以啊，而且我以前不是讲以前啊，而且我在真的很睡不着的情况下，我也睡看了，因为我看了一片我就睡着了。看了一片就睡着，你在讲什么？真的，我看一片会睡着了，我可以。看了 A 片呢，5分钟里面睡着。像你这个是天才型的，看了 A 片睡觉。不过我知道有些人不能啊，就是男朋友为什么要看别的女人来打飞机？所以他觉得男朋友有了他之后就是万能的。可是呢，我又不得不去讲一件事情，我要告诉大家正在看我们视频的女生，千万不要给你的男朋友骗了。 A 片呢，不管你有没有男朋友，不管你有没有女朋友，从年轻到老他们都会看到死为止， OK？ 你要相信这点。现在马上拿出来电脑随便输入几个色情网站，你就会看到他亲戚浏览过，赶快去看他的 history。 而且你整个哈迪手撕啊，不要假死。我的哈迪，而且你要想看大奶妹，那是我小时候留下的哈迪，所以我哈迪全部都坏完了，你也看不到，真的。所以哈迪也不要放在短韩片，全部会坏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看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呢 follow 我们的 IG，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是在550000订阅的时候呢，我们将送出 PS4 我男生，或者是美拍相机我女生啦。